每个伴娘都不一样，有些非常好，有些非常差。观看屋户上的新视频，学习好伴娘和坏伴娘是如何为婚礼做准备的。我想要像芭比和肯一样的婚礼，你们可以当我的伴娘。女孩们，我们发誓，我们永远是朋友。女孩们，你们看到我有什么不同吗？看我的戒指，弗雷迪求婚了，这意味着你们终于可以当我的伴娘了，这是很棒的消息。敬最好的伴娘和最好的朋友。亲爱的，我的戒指在哪儿？为什么除了我之外，其他人都被求婚了？亲爱的，我最好的朋友要结婚了，我会成为有史以来最好的伴娘。我好开心，我会是有史以来最差的伴娘。嘿，美女，能给我你的号码吗？对不起，我订婚了。多么好的派对，但是伊娃会尽其所能破坏它。给我们拍张照，我把它发送给我的未婚夫。那个男孩是这张照片的完美补充。现在我有珍妮弗的黑料，发送。珍妮弗，这什么？你在酒吧里抱别人吗？我看到了照片。哦哦，我必须拯救这种情况。嘿，陌生人，过来，拥抱我，紧一点。你看到了吗，弗雷迪？这是潘妮的男朋友，你没什么好担心的。派对被拯救了，多亏了善良的伴娘。作为婚礼筹划的一部分，我们挑选邀请函。看，我挑选了几个可爱的选项，你更喜欢哪一个，珍？哦，他们都很好，你觉得怎么样，伊娃？我也为你提供了一些选项，所有的颜色都是深色的，因为你的婚礼应该是哀悼的一天，你的自由没了，然后你的噩梦就开始了。哭泣的宝贝，不停地打扫。大堆的脏盘子，你的生活结束了。别听他的话，珍妮弗，你的婚礼是全新的美好生活的开始，这是有史以来最好的一天。我们列出来宾的名单。弗雷迪也参加了，只是不要忘记任何人。等等，我们忘记了所有这些客人，这里还有一个清单，我们必须邀请他们，对吗？这什么？这些人都是谁？前任的列表。珍妮弗，这些是你的前任吗？所有的这些吗？但是潘妮可以再次拯救这一天。拜托，弗雷迪，这些是我的前任，这是怎么到这儿来的？我们把它留给我的婚礼吧。Oops。 婚礼前，新娘因为压力吃了很多含糖食物，伴娘必须帮助她远离糖，或者不是的。这些甜点看起来真好吃，真，全部吃掉。不，真，放下叉子。你不想穿上你的婚纱了吗？嗷！只是一块针。想想裙子，耶，吃吧！不，不要吃，不要跟我对抗。想想你的婚礼，他应该选择什么呢？
好伴娘赢了，多么美味的色拉。我想在仪式上戴家庭首饰，我们看看我们是否可以找到他们。伊娃，你可以扶着梯子吗？你好，耶，我来了。可怜的珍妮弗。那么那里有什么？哦，多么美丽的星项圈。别担心，新娘她会在婚礼上治愈的。根据传统，你需要给新娘一些新的东西或旧的东西，但绝对是蓝色的东西。潘妮正在寻找礼物。在这里，对真来说这是完美的上衣。给我，我先看到他的。不，我先看到的。给我，你给我，这个上衣是我的了。伊娃有一个更快的解决方案，必须找些旧的东西。非常感谢，流浪汉。这是单身派对。哦哦，这是我在店里碰到的对手，这很尴尬。该送礼物了。谢谢女孩们，这真是太贴心了。哇哦！哇哦！多么漂亮的上衣！什么旧的东西，蓝色的东西，还有些臭。哦，谢谢伊娃。伊娃想彻底毁掉单身派对。你好，警察吗？快点来，我举报噪音违规。谁在那儿？我来打开。啊，是警察。等等，稍等，这对新娘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惊喜。事实证明，这根本不是一个真正的警察。我们玩得开心吧，女孩们，你是坏伴娘还是好伴娘？嗨，我们买了结婚戒指。你会保存着它们直到婚礼吗？只是不要丢掉它们。珍妮弗太天真了。伊娃立刻忘记了关于戒指的事。我们选一个蛋糕，这些都不够好，它们的味道都不好。婚礼快举行了，你知道吗，珍？我给你做个结婚蛋糕怎么样？谢谢你，伊娃，你真好。伊娃正在做世界上最差的味道的蛋糕。他做的时候还在诅咒面糊，这场婚礼完了。蛋糕准备好了，好好享用哦。那么你们觉得如何呢？
哦，我的天，太棒了！哇，这真是非常美味的结婚蛋糕，你是最棒的，伊娃，我们竟然都不知道。终于，我们都在等待的那天到了，婚礼开始了，这太令人兴奋了。但是伊娃还有另一个卑鄙的把戏，她绊倒了新郎，把他抱在了他的怀里。冷静点，邪恶的家伙，这只是你的幻想。不，离开这里，邪恶的想法，毕竟这是我最好的朋友，他和弗雷迪是很棒的一对。现在交换戒指。这什么？真正的戒指在哪儿？伊娃！你喜欢我们不同寻常的伴娘吗？那么就在下面发表评论，告诉我们你是否为婚礼准备过，伴娘很好还是很不好呢？亲爱的朋友们，请订阅我们的频道，请点赞和点击铃铛，不要错过屋户上任何有趣的新视频哦。